好，请开箱。打开吗？哦，是一个便当盒哎，而且是什么的便当盒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这里。福景食堂。那它上面是什么车？是135巡道车吧？那你把它打开吧。哦，里面是什么？是什么便当盒吗？啊，还是不好开。哦，是什么？135巡道车，跟这台是一样的。这台有一下，一模一样啊！啊，他的本人在外面啊。这是强哥去买的火车啊。要把它收藏起来啊！那等下请强哥签名好不好？要不要？请强哥帮你签名好吗？你要去楼上看一下火车啊，是吗？